欢迎回来。这个是 1.2 10.2 的愈发不三。这一次首先是在生物方面修复了油猪在被喂绯红菌之后只会冒星星而不会繁殖的 bug 啊，现在是会繁殖了。视觉效果方面修复了玩家坐在矿车里面会显得过低导致腿和屁股都从底下露出来的 bug。 指令和代码方面这一次还把一个不影响正常原版游戏但是会影响到模组开发的缺失的记录类属性给补齐了，然后据他们说还修复了一些会造成游戏崩溃的 bug， 但是那些东西没有出现在日志里面，他们也不想让咱知道。好了，这一次基本上就是这些内容，咱们下次再见。